HitFM 首播。好的，各位老朋友、新朋友，今天欢迎大家呢，带着一颗期待的心，一起来加入 HitFM 联播网的首播时光，一起来探索深蓝者的音乐世界。2023年，我们又等到了船长张哲瀚再给海哲们这一首好歌。这首歌呢，光看歌名觉得很美，不过仔细的品味歌词，又觉得充满了满满的遗憾。我们一起来品尝这样的一份感觉，张哲瀚的新歌。街景后退，如果冬天的雪返回夏夜，迷路闭上双眼，回到那夜灯下等一声喂，你好吗？好想要接话说我很好。我觉得听到了首播歌声来自于张哲瀚的《冰川消失那天》啊，阿关觉得小瀚瀚张哲瀚真的很强哎，因为从这个去年的每一首单曲开始，每一首上架的歌都是不一样的感觉跟风格。好比说，我们有这个疗愈又感动的忧伤晴朗，我们有这个勇敢又明亮的游侠，以及呢理解领悟的图，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个荒谬戏剧的洪荒剧场，再来到今天的这一首歌曲《冰川消失那天》，听起来呢是有一点点的遗憾跟一点点的不完美。不过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人生必经的过程，都是让我们可以呢不断的成长的养分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一起登船，搭上这一艘深蓝者之后，我们一起去布拉格好不好？一起去布拉格，好，让这个张哲瀚呢可以成为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。